昨天开的 SPX 4690跟4640，昨天收盘是在4739，第一条边没有打破，所以7元金全部获得。今天等一下会开一个4680的挂单上去，因为现在为什么今天又会现在开了？因为现在开的话，主要是现在 ES 的话走势还是不错，ES 在这个位置。ES 是一个去哪个？ES 在这里，看吧，不错，所以说挂个单吧，挂一个单看能不能挂进去，看它趋势怎么样子。如果说像4680，这第一 ES 趋势还不错，第二的话就要看一下 SPX 概率的话，差不多也有95%左右。SPX，你说4680的话，差不多。4680，差不多的，94.495，就5.66%的概率会达到它。而且七元金还不错，七元金8830。也有六级，可以挂个六七的，挂个七的样子，看能不能挂上去吧。看接下来怎么走。